结果如何？贺喜大王，栗良人腹中的胎儿稳住了，身体恢复的也差不多。接下来，只要安心养胎，定能顺利诞下公子。恭贺大王，恭贺良人。从今以后，寡人和栗良人共饮食。要是有谁敢在膳食中动手脚， 就是对寡人的不敬。赵高，微臣在。传令下去，不得移了。诺，微臣告退。都退下吧。诺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我腹中的胎儿， 你不是最希望他死吗？寡人确实不在乎你的孩子，但是寡人要你活着。启禀大王，您为良人专门准备的晚膳已备妥，请用膳。 退下吧。 那，来吃。我实在吃不下，你吃吧。你要是不吃，寡人也不吃。 那这样的话，我就绝食三个月，饿死秦王，替天下人除害。你要是再敢乱动，寡人会做出更可怕的事情，你信不信？ 吃。我本来想吃，但你越逼我，我就越不想吃。 你要是再不吃，寡人就这样一颗一颗喂你。别再靠近我。 我吃便是。往生河，思念青叶尘，年年月月同山。来，我自己来。